那没有，我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哦，就是我们的副秘书陈炳武师兄。那么大家知道，他本身是经营我们那个新庄客旅哦，他的事业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成功哦。那么大家也知道，他对艺文方面哦是有很高的造诣。那么他现在啊，他本来今天是要过来，我是要请他说亲自过来跟大家哦来说明，他有成立一个猫头鹰图书馆。那猫头鹰图书馆呢，他在这边请我带我跟各位师兄师长哦诚挚的邀请，就是我们家里有小朋友的哦，他有都可以带他去他的猫头鹰那个图书馆。那猫头鹰图书馆是在他的公司那边，是我们新庄市复兴路哦，现在要改新庄区才对了哈，不好意思，新庄区复兴路三段19号5楼。那猫头鹰里面呢，它是针对我们幼稚园那个阶层的幼童，总共有20000册的书本哦，那包括日文、英文、俄文、西班牙文等等哦。那我们他也是希望说，我们的哦，传孙来听哦，人家当做那边是玩具哦，去那边哦可以来做成一个，把书当作是一个玩具来做成。培养爱读书哦，那他还有特别强调，就是说书本让从小就让我们这些小朋友来建立说，书本就是他的玩具，让他能够来培养爱读书的喜好。那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哦，真的也是非常的谢谢他。那我也谢谢有这么多好人哦，来做默默的来一举做这些爱心的善事哦，在这边。哦，他在带我再次诚挚的邀请各位师兄师长，哦，在他的复兴路那边哦，大家我再说一次住址，复兴路三段19号5楼哦，他有成立一个猫头鹰图书馆哦，大家抓孙还是抓小朋友都可以去那边来参阅他的书文这样子哦，那其他的那个。